都给我停下！你们干什么啊？一个个基本功练得不怎么样，旁门左道学的倒不少。你们告诉我，我带的是戏班子还是杂技团呢？你们是学唱戏啊，还是练耍猴啊？ 错了！吵什么？吵什么？吵什么？下一次，你们还有下一次？告诉你们啊，如果今天是正式演出，有谁会原谅你们的错误？谁会给你们第二次机会啊？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今天是我们在东江市的首次亮相。东江是什么地方啊？东江市的戏迷什么角儿没见过呀？ 什么好戏没看过呀？如果今天我们不拿出压箱底儿的功夫，啊，拴住观众的心，我们就别想在东江立足。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一个个三心二意的，今天的演出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如果演砸了，都给我回家种田去。是师傅。接着练。 东江城，我田英来了。哎呦，哥，原来是你啊，吓我一跳。幸亏是我，要是被爹发现了，还不打断你的腿啊？我是没有被爹发现，先被你给吓死了。好了好了，趁爹还没发现，赶紧跟我回去，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不不，哎，田英，哥，你给评评理。 咱们戏班到东江，少说也有小半个月了吧？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而且戏班的饭难吃的要死。咱们来的是哪儿？大东江，有那么多好吃的等着咱们呢。你是不是也想像我一样挨个尝尝？比如闻名天下的牛脊生煎，就知道吃吃吃，哪有昌西的女孩像你这样的？成何体统？哎呀，我保证只吃不胖还不行吗？可要是被爹发现了，嘘。 哥，你这身体可比你诚实多了，咕咕叫的。除非你答应我，吃完生煎速速就回。我答应你，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对我最好。走吧。哎，要不是为了接我家程程回国啊，我才不会提早好几个小时。 风尘仆仆来这鸟不拉屎的机场吃土，哎哎，搞清楚好不好啊？什么叫你们家程程啊？有法律是这么规定的吗？这许星城许少爷呀、啊，是整个东江公认的全民老公，是属于我们大家的。哎，晓得那是谁的车吧？嗯，看那车牌就晓得，那是林家少爷。他也是来接许少爷的。 老天有眼，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传说中的东江三少，居然全都聚齐了。要不是我分身乏术啊，真想给他们一锅给烩了。哇！ 是林氏电影公司的大老板兼制片人，真的。那些大明星啊，都得巴结他才能上戏。哎呀，他在上面可好吃了。哎，来，那好啊，小伙子，老板，老板，5-2两。哎，好。姑娘，怎么那么多人啊？真后悔，早知道人这么多，就不带你过来了。 哥，你说你个大男人怎么比我还怕爹？大不了咱们多买几个生煎堵住他嘴呗。瞧你这你出息！我怎么没出息了？吃饭乃人生大事。傻丫头，除了吃，人生大事还多着呢。哦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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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怎么了？长官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妹妹小，不懂事。您别误会啊，她这是。
崇拜您呢。啊，这还差不多。小心点啊！下次了。哥，警察怎么能撞人不道歉呢？嘘，起开！来，一切顺心。哎，好，磨蹭什么呢？赶紧的，耽误我们吃饭了。饿坏了肚子，怎么维护你们东京的社会治安呢？啊，就是。哎，你们，那个大家排好队啊。怎么？没事，都有都有。他可是警察。来，警察怎么了？警察撞人不道歉，买东西还不给钱，你看他们那副嘴脸。所以说你还是个孩子呢，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。这里可是东江，警察才是最霸道的。所有人见了都要避着走，你呀、啊，还是吃你的生煎吧，别多管闲事了啊！警察怎么能不遵纪守法，欺压百姓呢？还多装点啊！小姐，你看慢点啊，方向盘往右打！停下来啊，小姐！你给我闭嘴！慢点！快点！再下车！控制不住！车子，停车！好，方向盘往右打。会不会开车呀？就是，不会就别开了。会不会开车呀？没有开吗？把嘴擦擦。林少爷，这。不太合适吧？这么多人看笑话，嫌你们洪家的脸没丢尽呢？哦。是谁丢洪家的脸了？这女人是谁呀？她叫洪兰，是洪家的千金大小姐。哦。兰兰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个啊。今天，厉害！哎，对了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们二当家呢？老规矩啊，迟到可要罚酒的。谁知道阿福哥在哪鬼混呢？欢迎各位，便宜了啊！哎，姑娘，运气不错，这是最后一发了，承让。这是我的生煎，是我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排队买来的，你凭什么插队啊？你说什么？你的生煎？对啊，不然是你的？小丫头片子，你知道我是？给我，什么？生煎呀！这个是我的生煎。还有，你个大男人，光天化日之下欺负一小女孩，你害不害臊？小女孩？哎呀，你要不说的话呀，我还真没看出来。往哪儿看呢？你给不给？不给。你给不给？不给。有两下子啊！哼！我的。你属泥鳅的吧你？你不会以为我真的逮不着你吧？嗯？那可是洪家的罗二当家。
在东江都鼎鼎有名的，这小姑娘不要命了吧？停！干！婷婷，生煎你还是给人家吧。不行，这是我好不容易排队买。哥，哎，哥，你先生，我妹妹还小，不懂事。总算还有个识相的啊！婷婷，哎呀，哎，婷婷，算了算了。想吃生煎呀，就在这儿。有本事你过来拿呀！我算了，算了。大哥，你怎么才来啊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阿福哥，你跑去哪儿了？你不在我都快闷死了。大小姐，你别总是阿福阿福的叫我。这一来啊，我很没面子呀；二来，这要是被你未来的白马王子听到了，他不得误会啊。白马王子，哪儿？哦，你说那个许星城啊，就他也配得上？我看选他还不如选你算。待会儿当他的面可别开这种玩笑啊！虽然别人不知道，但是两家老爷子的心意你还能不知道吗？我没有开玩笑，就他那书呆子的脸，我才不喜欢。你小子，飞哥，这时间掐得可真准啊！再迟到一分钟，我罚你一瓶威士忌。罚酒怕什么呀？反正他也喝不过。再说了，我就算迟到，也是为了他。这臭小子几年不见，弄得跟电影明星一样，人气还很高。整个东江市，能开飞机回来的没几个。开飞机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阿福哥，我觉得你骑摩托最帅了。大家有没有想我啊？想我哪里？哪里都想。想什么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搞个明星似的，不就是从欧洲买了点东西吗？大哥，这怎么从法国回来？还添了亲男人的毛病了？毛病，在法国很正常。这是什么味儿？什么味儿？男人味儿。哎，刚才那飞机开的可够邪乎的。大哥，我考的是特技飞行执照，要不然带你兜一圈？别了。你还是带福生去兜一圈比较合适，去吧，都等你呢。
看来还是得我来带你飞啊。你呀，还是那么粗鲁。一点都没变。